好，你们相不相信我们刚刚是现场即兴创作的？相信对不对？因为呢，我刚坐下来获得的讯息就是，请演奏温馨的 C 调。好，就只有这个讯息而已。所以我们刚刚就变出了一个这么好听的歌曲。哎，还喜欢吗？喜欢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我们为什么会演奏这么好听呢？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女儿，所以我们能完全能感受到你的那个感觉。哎，你妹妹，你不要擦泪好不好？啊，你是老板油啊，很开心。灯太亮啊，老板油哈。那这个曲子呢，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呢，都把它拿出来再播一次，然后抱着你的女儿，好不好？这样你们的感冒很快就好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我们这一场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曲子，表定上的啦。我刚不是跟你说那个歌手他就是唱不完，他歌手是这样子啦，他平常都在饭店唱那个在饭店唱歌。那个他们唱的时间都是从晚上10点半唱到12点多，所以呢，现在对他来说只是来暖身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他刚才暖身完了，大家等一下要用力的喊 uncle。 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，也是一朵花，但是这个花很特别，这个叫做耍花腔啊，这个不是一个真的花，但是呢，他这首曲子是用的这个我们的流行乐曲。然后流行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传统的戏曲，把它结合在一起。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帅帅的应纯老师呢，他旁边是不是有看到这个铜锣啊这些乐器？等一下就会发出非常非常好听的声响给大家听。好，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耍花腔，请大家欣赏，谢谢。
Thank you.